听听好声音，好声音就是要听听。听听好声音，好声音就要听听。五个赞。好，今天是2月10号礼拜五啊，2月10号礼拜五。当然今天呢，这天我们并不是非常，应该也说很开心啦，也说不开心，因为今天呢是妹妹的死掉，不是，妹妹已经过世了，2月7号。他火化的时间，那待会呢我们今天7点钟的首播，那我们10点钟呢我们会带他去做火化，好，然后要10点，对，我们会给他用执葬的方式。哎，我还以为是跑跑。哎，没有，今天吗？我们执葬啊。你不是说狗种子就会长出来狗啊？不是就用狗种子吗？那我种一个和种一个小恩种子好吗？会长出一堆小恩，好可怕哦。好，所以呢哎，讲到种子了，讲到种子，预备播种，预备播种哦。我们听听看呢，在诗篇103篇第十二节，诗篇103篇第十二节，跟我一起念哦。东离西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烦哦！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这边正在讲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我们种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少种什么就得到什么。怎么可能？刚才说啥？那当然说我们要种个种苹果就会长出来苹果。对的，好，我们、哦、但是我们重点来了，种爸爸就会爸爸。重点来了，我们的这个土要是好土。好土，那我们刚刚说，因为我们培养土，对，没错，我们今天有去买了，我们这次预录到2月9号，我们买了一包培养土哈，然后呢，已经帮面面做了一个永远的家哈、嗯，那我们这个家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那个盆栽嘛，对不对？好了，之后再跟你们说，之后再、哦、我们之后再预录一个、啊、一个再预录一集来特别来讲一下面面了，我们用执杖的方式，那预备播种呢，其实就是说有一块呢。那个很大的石头，我们要把它搬开，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好的土哈、啊。这边讲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土多大啊？什么东西多大？石头啊？石头是我不知道啊，每个人心中的石头是不一样的。好 ，OK， 快问快答时间，石头会砸碎。快问快答时间，幸好书里面的什么什么人并不是真的人。什么意思啊？书里面什么什么人并不是真的？你觉得？哎，刚好幸好书里面什么什么人并不是真的人。你最害怕哪一本书里面的那个人是真的人？这个要说起来吗？有点难。其实你永远都没在看书的，对不对？对啊。对啊。我不看书的。希望是我的话是希望一直跟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数学大师，数学大师。数学大师，谁是数学大师？哦，马尔真卡。你希望他是真的人，那是你希望他真的人，对不对？对。好，但是有没有什么人是你不希望他是真的人？没有吧？书里面。好，书。书，他刚讲书啊。对啊，我们快快快的。好，我看起来你们没有，对，但是不过小何希望说数学大师能够常常跟他生命这样考数学就能够比较多会，对不对？重点他是人呢。哦，好吧，好。那就这样子咯。哎，好，那我们2月10号礼拜五的。我就是不说，因为我没有看书。看书，对啊，你整天只要吃啊、睡啊，还有闹脾气。哪有？有，全部人都知道了。我就只会睡啊。我们还下次预播一集，说什么？说那个小恩去那个韩国的时候跌倒了，有一天跌倒了5次以上。哪有？你在骗人，没有关系，我们早一天来录。好，各位观众，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听小恩跌倒记，你想要听这个面面的这个后面我们怎么处理的，就所有的问题呢，请帮我们再按个赞或者留言哦。为什么要帮你按赞？好，帮我按赞。好，大家都按赞哦。好，谢谢大家，拜拜喽。